曼，对不对？曼台语可以用两个用法，就是你曾经或是你认识的。其实客家话一样，社就是认识的意思，也是你有没有曾经去过。嗯，哦，那我想到以前我曾经看李乔老师一本书哈，他写了一个词，他用当然用中文写出来，叫做普娘。嗯嗯嗯，普是哺乳的普，娘就是母亲那个娘。哦，我看半天什么叫普娘？嗯，后来用客家话念，后来用客家话哦。补鸟就是太太的意思，哦，对，所以其实不管是侯罗维亚是 K 嘎维亚，其实它保留了很多很传神的一些话。嗯，我有时候常常想，在家有时候想说，哎，别老搞几句侯罗维亚，就讲几句 K 嘎维哈，比如说谢哩，你把它翻成中文哦，结果你想到说啊，翻成中文可能漏漏等，可能你还写几百字两百字翻不出来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以前。所谓的北京语北京话是因为有政治力的介入，所以它变成一个很高尚的语言。嗯嗯，我印象中台湾的就是比较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是到陈水扁总统，他在1994年当台北市长之后，嗯，他会在市政公开的场合用侯罗维的恭维，嗯，他在起定做个台北市长级别哈，绝对拢讲北京话，无人去讲侯罗维啊，所以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把这个风气。把它带上了，所以现在很多的咱台湾的族弟哦，讲台语，讲家己的母语，不觉得丢脸。曾经有一段时期，布袋戏讲国语，讲国语，对不对？讲国语，哎，啊，我们政论性节目都不让，要请徐永明啊。有危机感，不过我这边要提一下哈，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，就是说，其实使用语言跟权力其实有关系。其实我们讨论这么久哈，那我们来讲说，哎，教育部好不容易弄一个这个东西，可是从民党执政七年而言，会不会太慢？而且是不是很有系统？我们用让各帮你用台语讲诶，好。我也是担心哈，就是公文的，大大听无。你是这是论述的问题，就是我得思考，我就是我讲的嘛，分析的代志的。你都要跟他斗病去啊嘛。嗯，我写文章一定在高古书课，啊，讲话在用大古书课，才变安尼去。哦，今麦我觉得重要的是讲吼，你启蒙的时阵，你得看代志，分析代志的时阵吼，你是用什么语言去？嗯，那我这一代就不信，或是我这边不信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用北京话。嗯，那接下来就用变成英文了。嗯嗯，在这过程里面哦，这个我的母语，比如说闽南语，公公公公一个公的对公，所以你跟马英九一样，英语比台语好。不，我回家的时候，比如说跟我父母互动型，我那种都讲闽南语。嗯，生活的对生活面向都喜欢呢。但是你讨论严肃的事情，或是开始工作的时阵哈。你又开始又重到北京话或是英文这边，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对，我都懂，我他都要讲一些笑话，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沉重了。等于讲，徐永明是一个台湾人，伊是你是台中红，我记是都神冈嘛吼。台湾的子弟则优秀，读到美国的博士，吼安尼，吼读台大嘛。啊，结果呢，你国民党的教育之下，伊的母语伊无得讲，这不是悲哀吗？这不是一种悲哀吗？徐老师，这我做些对照组，等于讲。你切读如何的人吼，那对家己的母语可能放了手里上力，就是讲你今日在学校教育思考问题，拢是用官方语言，迄阵指定的北京话嘛，其他语言拢唔是话嘛。嗯。所以你读到破书了，你的思考逻辑变安尼。我讲我读新台大遐一年以前，我嘛是安尼啊。阮咧思考写文章，靠可能想着台语，无可能。嗯。我妈妈嘛是高雄人啊。是。啊，但是到尾啊，我现哎。遐老公报完吼，逐天摕中国时报、联合报咧报新闻，是报纸摕起来念台语吼。啊，伊我早一段时间，我伫咧电台专门咧念报纸。啊，你念报纸一定爱改翻做台语吼，一叶知秋，你不可能念做一个叶啊，知影读啲咩个？你得爱想爱去变。开始你的书课，因为语言去调整了，你的书课转过来台湾的这边，所以语言诶重要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一叶知秋台语边个？一叶知秋，一叶知秋，不是一叶知秋是，还是用翻，我直接翻译啦。一叶，上面人讲叶啊是叶，一叶真奇怪啦。一叶是暗暝啊，一叶呢？一叶，那是一叶知秋呢？嘿，有上一叶当中，不是一叶。所以讲，为什么国民党一直要消灭客家台语？因为一旦你这语言搁一直滴的时阵，你的思考跟土地有关系，是，你的思考跟爸母有关系，都有历史观、有土地观。安尼吼，这先话来正反，这歹话嘛，伊无得去挨洗脑嘛，所以只好用这甲你压制。所以我就讲，这压迫的力量，就像咱咧吹过、咧地过，甲你最终制造了，民众无做啥物了屁，只甲这块石头提走了，水温搁转来，水温搁转来吼，我就要讲的讲。
过去阿伯的时阵，产生这侪痛苦的领养感。即个人明明待遇较顺，但是呢，哦，校长、老师、吼、哦，九台地书，管你原来是啥物人，九台一定要用北京话发音，就领养感讲的话，就变作很好笑了。这种压迫的力量被拿走之后，大家当邓来做家己，哎，当邓来做家己啊，哎，当邓来做原来的家己，这是最可贵的。其实定语讲哈，即个就是生活，你要是。你在每个阶段来起步，赶快选择哈。其实后来发展还有跟闽南语之间关系，跟母语之间关系就不一样。比如我那时候在台中神冈，哎，我如果留下来去念台中一中，而不是上台北那时候念的建中，啊，对对。那我如果高中哎大学的时候考到台南成大，而不是念台大，那搞不好就差别就很大。那我当兵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当狱官，你被挑战了，对。可是这个部分哦，我一个做乙官哦，对，那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来哈，都跟权力很接近哈。你觉得你干嘛骄傲没？也不会觉得骄傲。可是我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啊，我以前幼稚园的时候是在台中念的，那是一个长老教会幼稚园，都讲台语，所以我上台北念小学的时候不会讲普通话哦，很痛苦哦，因为老师会把家长叫来，就把我妈叫来说啊，你这可能学习上有困难，有障碍，这个是很痛苦，就是城乡移民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特别找了一户外省籍人家一起住，就是要学讲北京话，学讲普通话，所以我常常在讲说，以前不是学做中国人了，是要学做外省人了。好，那等我，比如说拿博士回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外省人。哎，对哦，对，因为你的语气什么，除了我不会卷舌之外，天气很热跟很快乐分不出来。这时候才会发现说你没办法卷舌，可是我这边要讲说，的确我承认，就是说我过去20年其实很努力都在做一件事，就是想要变成一个外省。啊，你好，对，这里面是其实是我前面讲，就是说这很多权力操作在里面。